毁灭这个宇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。我梅里亚，哈哈，宇宙皇帝，服从我的命令，我就留着你。如果违背我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哇啊啊啊！哼，那边那几棵树真是碍眼呐！喊我的，巨型死亡光刃！哈哈，被我弄倒了，嘿嘿，真高兴。住手！真是太可恶了！哼，贝利亚，你又在做坏事了！哈哈，我说是谁？原来是你呀，硬核！别多管闲事，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哼，还说对我不客气？你为什么把那边的树弄倒了？想弄倒就弄倒，你管我呢？哼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银河闪电击！好强大的力量，不过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挠痒痒。喊我的巨型死亡光刃！好强大的力量，看来不变身是不行的了。银河全武装变身！银河全武装变身，要把他身上的盔甲变成最先进最有力量的盔甲。现在开始变身吧。首先是肩部零件，从我们的红的肩部零件变成了我们的银河火花标志的零件。现在把它手臂摘掉，装上我们的武器，头部盔甲换上和我们肩部一样的带有火花纹的，然后是它的胸膛。当当，最后我们要给我们的银河奥特曼配上一个武器，非常厉害的火花枪武器。现在银河超强武装形态就组装完成了。哟，银河奥特曼居然还换了套衣服，你以为你穿了马甲我不认识你了吧？哼，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，这下就让你尝尝我银河的厉害。看我的银河火花枪！好痛啊！果然是银河奥特曼，力量十分强大嘛。不过你还真是小看我了。看我的，吃我一掌！哈哈，如此弱小，一掌就被我打趴下了。哼，你居然用你的大爪子来打我，这下吃我一枪！哈哈，看来我的火花枪蛮厉害的嘛！哇，我们的银河奥特曼真的是太厉害了，居然在战斗当中换成了我们的武装机甲形态，然后拿着他的火花枪打败了我们的贝利亚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玩具故事就玩到这里了。喜欢我们的玩具，记得给我们点击订阅哦。下期见，拜拜。